好，所以我可以打3369794。好，各位看一下我的攻击力哦，好，333万哈，那它血量多少？327万，有看到？有看到吗？左边哈，327万，所以基本上这是属于一个一波带走的态势，没意外的话啦，哦，来啊，我要出手了，不讲的话他就要 GG 了，免惊啦。好，龙哥，嗯，真的刚好六 combo， 阿林老师，一定要这么帅吗？不要卡住啊！错节他妈，我错节他妈流血不出来。我是把20亿的关系，所以我把我的运气弄完了。照杀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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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没死。你妈的，为什么我没开木基友啊？好笑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哈。因为剪片的关系，所以我重复介绍我自己的一次哈。刚才本人忘记开机，是属于一个非常严重失误。哦，外落珠那时候冒险了，再算。哦，因为我们现场观众人数可能太多了，这个属于一个伺服器有点承受不住的一个现象哦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哈。计算精确，应用要明确，这个。Lock 是吧？还是 Luck？ 我不太会念你的名字，不好意思。还是你可以帮我打个中文名字，我也不会记。好，你说的没有错。好，顺着对技能条开的，奇怪了，我刚记得我有开呢，而且完全没有人发现。你看啊，还是因为我刚按键它没跳起来。啊，好吧，这应该不是什么重点的，因为反正都 GG 了哈。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倍率在计算上跟使用上是有差别的。哦，由于我下一关，哦，我不想要就像刚才那样，我想要比较简单过，所以我这一次我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打法。但是我们没有木妹哦，请注意哦，我们没有木妹哦。哦，这是水星嘛，哈，哦，水这水，所以这边要放木的进来，不放那个这个进来哈，哦。看得懂吗？看不懂算了，看不懂没关系哈，哦，就是攻击猪嘛。啊，那看不掉嘞，这三粒星，这个要放火符石啊，水星，所以这个转木，看不掉嘞。哦，注意哦，转机先叠就这个好处，不浅嘛你。哦，现在基本上现在锤死他我是不 care 了，哦，我是不 care 了。水星嘛，这边是转放水哈，哦。看不懂没关系，跟百姓大概学一下那个叠法哈，哦，抓那个感觉哈，哦。什么？没感觉？我没有感觉，你和你说，嗯，看我现在很有感觉了，他妈，我看到骷髅头就超有感觉。唱歌之后就出现骷髅头，为什么会出现骷髅头嘞？因为没有补血，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。嗯，这时候绿的太开心，不能轻敌，我们不能轻敌，千万不可以轻他。对，没错，因为唱歌。哦，亲吗你呢？啊！他不死，我可能要死哎，欸。我送你离开好了。光希腊临时通关，我送你离开。谁临时的？谁？光希啊？不，我说你是谁啊？那个接演是不是？对，嗯，没错。好，哦，所以第一回合这个被打是不太痛哦，1151基本上是一个轻松的 tempo。我再看一下哈，哦，水星嘛哈，哦，先叠哈，哦，所以这边要火的，要火的，水星，水星。水星，看不要紧哦。水星转木，
好，这三颗嘛，所以这边还有一颗水。哦咻！哦，水星嘛，哈。哦，当然你们转出技术好的是可以不用做这个动作了。啊，我看大师，你看他，他想我了，你懂吗？你秀。想你就叫 I love you， 爱你就叫 I miss you。看到这牌面没有？所以常常有人问百姓说：“请问一下，平百姓，为什么你可以手转九系以上？”没有什么，就是你懂的，就是野猪。哦，对吧？你懂了，这个、手转九系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不是一般人，我是平民百姓哈。基本上这个台面哈，请注意哦，龙科要注意什么？龙科要注意什么？绿珠啊！我刚忘记绿珠了，开啊！哦，手转九吸，我跟你讲哦，三颗三颗没关系，因为我攻击力我觉得够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哦，刚把自己 combo 破坏掉，无所谓了。我去干你老师哎、欸！没死，没死掉。我觉得我刚，我刚应该要先算攻击力才对哦。而且你刚刚太轻敌了。哦，我尽全力了、欸。啊，不是啊，龙科啦，龙科我一开始啊，对，龙科太轻敌了。看。林伯啊，我想一下哦，但现在不锤不行哎。这一只血比较多，应该先开阳剑会比较好、啊。先开阳剑，哎、欸，有呢哦。阳剑会增伤啊，那个。没啦，我可以看蛇女下一关也是 OK 啦，他意思是这样。对，對我的意思是这关开阳剑比较好，因为他血比较多。他血比较多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都来不及了啊！抓抓痒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可是下一关是火鼠啊！你要打更多。没有，他的意思是说用蛇女去给他变成木鼠啊。就因为蛇女变成木鼠就不会克鼠了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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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所以这个精辟的计算，这个不是只有百姓会有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的成员也都会哦。这时候攻击力的计算非常重要啊！你不能锤死他，你需要木珠啊。地方的百姓需要木珠，欸，我需要攻击木珠，又要天降木珠，拎脑木珠咧，这是没有要分配啊。究竟地方的百姓能不能顺利的存到木珠呢？听，不要大石头！我告诉你各位，看到没有？木珠，我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木珠？有没有看到？嘿嘿，我告诉各位，这需要一点反应，知道吗？就是当你在很危急的时候，你要善用你手中的卡牌。没有，百姓鬼跳咖啡还要我这个新珠跟那个哈、哦，留一点给我。我确定一下，水星转木嘛，水三颗，星很多，所以木珠直接带出去就好了。哦，这外星珠老是这么好啊。外星珠，看到没有 ？C combo， 用打击跟大声给它吹起啊！你知道？无视减伤和抑制哦。再告诉各位，它 CD 几 ？CD 一哦。好了，那就不用告诉各位了。两点亏了。看到没有？有看到吗？各位看到吗？知道啊、哦。这分配技能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白的不先灌玫瑰，好、哦，水跟什么？看水跟什么？水星转木啊，我忘记了，水星转木，水珠。虽然说很紧急时刻，还是有点来不及了。我的不先灌玫瑰，哈林老的，来吧，哦，所以看到这个
就算我们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但是我们靠我们的那个临场反应，也顺利的这个解决了这个很小小的问题啊。没看到再一次哦，哦，来不及了。哦，林月说改金兽比较实在，说得好。这个问题，你看我实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哇，我金兽啊，不要啃啊！好，我马上要金兽卡。K.O. 哦，所以在百姓的手里，再烂的卡牌，它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。哦，接下来什么现象？破防，破防。这人家就加个冠鬼啊，在不？全体一波就过去了。啊，全体一波。没有，中间那只八万，八十四万六，要打一下下。哦，所以跟他玩一下没关系 ，OK。哦，所以配技哦，看到，就算我们做了一个失误的动作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补救。所以你的技能回合数跟 CD 值啊，能够分配。哦，请注意哦，我带的是蛇女哦，所以刚才分配是这样分配来的。神天将哦，嗯。跟天降没关系啊，我还是一样一波带走啊，你了解吗？这一队不用天降到十六抗。哦，是哦，大家意思是说今天天降很夸张啊？不会啦，这个二十一亿就打出来，基本上应该就是出稳的时候了。今天百姓好猛，那个神帝都可以打那么多下了，神帝都可以打十下了。就是可能 MH 知道我昨天在 complay 那个有没有，马上把设定修改了，这是感谢。是因为你昨天补血了。昨天因为用龙科补，对，不龙科又补下来。法师，对啊，太夸张了。昨天有吃石头了。对啊，吃石头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如果你有吃石头，通关就变很简单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哦，锁技哦，没有关系，就让他锁。他攻击多少？八千多，随便打。哦，我可以边走还可以边看关卡资讯哦，这个就是关键哦。可以告诉各位用这一队有多么轻松哦！好、哦，是不是很 easy 啊？好、哦，百姓就是要带大家好、哦、用最简单的方式做通关哈、哦。基本上我是游戏界的克星，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去赌博的没有？就被视为拒绝往来户有没有？一直赢。其实我曾经在游戏界曾经被人家视为拒绝往来户啊。这一关也可以开大圣，哦，对，这个主意也是不错。不过，因为我已经打了他好几下，所以有点懒得开了。这个技能，对，就是我留到下一关可以再弄一下，因为这次血太少，二十几滴而已。好、哦，不过那个谁，师伯讲的是没有错。哦，其实你可以像师伯这样讲，你可以直接开了，在下一关再慢慢出技，再开大圣也可以。哦，因为他有三十八万嘛。三十八万 CT 四，就是一波带走的 Temple 嘛。我们来试试看全体开机。哦，这时候是所有灌过去的，所以基本上会有个溢出来的现象，满满的溢出哈、哦。我是讲攻击力哈、哦，哎对，我们对攻击力要做五 combo， 哦多抓喝，满满的溢出去。百姓收回刚才那个溢出去那句话哈，哎、欸，那不溢出去啊？哎、欸，好，这是没有算过，所以就不会溢了哈，请各位记者要算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不溢啊，奇怪了。声音风暴比较小，容易传输，画面比较慢。然后这关仙宫盾对我们来讲也还好。针对谁先打这一只？这一只比较好阻击，好、哦，这一只比较好阻击，所以先打这一只。哎、欸，我干嘛开木珠啊？哦，木珠不要乱浪费，好、哦，现在就可以用了。哦，这时候爆发没关系，可以快速带走，请各位记得，快速带走，配技自己配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留一只啊，留一只比较好阻击啊。哎、欸，我会忘记还是留着好了。哦，要开哪？
哪几只？一样顺序好不好？这一只，这一只，再开这一只，哦，顺序我们就一样哈。哦好，阿尼，好不好？哦，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那蛇女基本上开是有点智障哦，哦，你应该知道原因哦。G 八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开蛇女有点智障吗？因为仙宫盾比较没办法挤。哎、欸，再猜，再猜。因为仙宫盾它因为仙宫盾没办法挤啊，不是，没办法打你，不是吗？仙宫盾可以解除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的 1.5 倍增伤，再想一下。因为那个原本是水鼠啊，你把它转成木鼠。对，它不是一样吗？我干嘛开嘞？懂吗？失去了增伤效果啊！刚忘记开爆发，你老师耶！看，老忘记了。够了开，够开杠，没去攻爆发。哎，没关系。可以看到第九关，400万。刚才各位有看到我在第三关哦。300万的话，基本上手转可以一波带走。好、哦，所以技能全开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哦，我所谓可以一波带走是没有失误的。先讲，刚刚百姓是有失误哈、哦。嗯，看六七。哎、欸，你老师看慢点吧。400万。金币的计算就要出现了，那我一波带走下去是4953585，刚刚好，好吧，刚刚好，495万哈、哦，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水星转到这一排来，哦，牛魔王的那一排了。好、哦，我知道会有那个，好、哦，无所谓，好、哦，看到就知道。哦，全体开机哦，记得哦，千万不要开到蛇女会哭出来。哎呀，会叫你妈妈哭一下哦。好、哦，好，准备好一波带走，千万不要开龙科哦，因为龙科尾王往哪里用？因为它600万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攻击力分配好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哈、哦。好、哦，这个只能这样切，嗯，切歪了哈、哦，嗯，嗯，好、哦、好这样切哈、哦，注意哈、哦，看，跟各位再讲分享一个我的心得哈、哦，这边看到没有？六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边七颗，好、哦，五颗转哦，嗯，七钢宝，一波带走，刚刚好，算的刚刚好，算的刚刚好，嗯，好像没有刚好，我刚才是算八钢宝，啊，好，算了。好，大概就好了。哦，第一关强化盾哦，所以基本上属于一个轻松打的 tempo。我看一下血量，293万哦，那就是蛇女可以开下去给她舒服一下哦，无所谓。哦，真伤我没有一定建议一定要带蛇女哦，先跟各位报告，因为我刚只随便找一只真伤脚1.5倍，我就够我就冲了，所以不是一定要带蛇女哦。哦，没人规定讲一定要带蛇女哦。我劝你老师嘞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反正这种队伍你可以轻松打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刚是要转强化斧子，没转到。队长墓碑啊，他不是讲了吗？还有那个谁，木巴。好，请各位稍待一下，白天上个厕所啊、哦，不然等一下闲聊。听到开门声了，要百姓回来的心。好，接下来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高潮啦。嗯，没注意。精辟的计算哦，我们看一下血量，630万-1239。哦，所以我这样一波带走攻击多少？990万-7170。有意了哦，这样有意了哦，那你有意不？有意啊哦，哦900多万哦，哦都算好了，都算好了。
啊，那无意哦，对吧？吼，无意哦，无意就进来啊。水星转木嘛，吼，水星转木，水星转木，水将。啊，林老师哎，妈错字。嗯，他没有出手哎，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他变水嘞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开机哈。来，这是所谓的“金丢金丢金丢切切切切”。嗯，这个我们的乐理台语不是很好，所以各位请包涵一下哈。哎呦，你怎么要嫌弃人家啦？因为我们的乐理他是北部的，所以台语没有到很好。而且我这个从小讲国语讲到大，然后大学为了比赛才去练台语的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他讲那个听起来就比较可爱的感觉，哦，所以大家就包含一下，嗯。没有啦，百姓你这你这样讲太客气了。我以前我爸妈都笑我说你这干那我心意那在讲台语。嗯，天降破音那有可能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好不？究竟基隆会不会跳呢？这个对，基本上今天不用跳。会不会跳？哎，今天基本上今天不用跳了哈。今天是大圣一直在跳啊，大圣会飞起来的。今天大圣跳好高啊！对啊，来吧，开。好，给几？嗯？嗯？给几条 K 里呀？怎么办？就主天将啦，就K啦，我900万亿伤我还怕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你惊惊啊？哎、欸，卖卡掉的，卖卡掉的，哦，加吞就百姓，出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就刘千分？为什么就上去？不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。哎、欸、很可怕的，就是大概500多万哦。那个哦，整个弱掉了。哎、对他连连吓我一跳，心脏在跳，要缩回去。这个哦，要缩回去的感觉。就哦，丢的呀。哦，因为少了两颗，没有天降哦，但是基本上还是打得过，因为只少两颗而已。问题是我的龙克的问题，我龙克刚走6000多分。还好。哦，三种族三木哦，就是三种三木的意思。对啊，三种族啊，就是你自己凑三个种族啊。哦，不过没打死他，基本上我们还是有4回合可以，应该不会残血，残血应该弹久，我不晓得成绩，看一下哦。基本上我看起来是500万，其实我估应该是有600万以上，甚至超过116，倒数第二名，这就是百姓的实力哦。874万，哎呀，874万，好 ，OK。